这是值得让多数人折服的角色爱情片，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的爱，在王家卫的镜头下百转千回，而忧郁的梁朝伟和身姿绰约的张曼玉更是给影片添了分质感。1962年香港的狭窄公寓楼道中，两对夫妇在同一天租下房子成为邻居，搬家工人来来去去，不时将东西搞混，周慕云和苏丽珍便要去彼此家中拿回，他们的爱人都在上班，无暇顾及搬家事宜。周慕云是报社编辑，苏丽珍则在贸易公司做秘书，工作相对清闲，二人简单打招呼后也算是认识了彼此。最近苏丽珍的丈夫陈先生将要从日本回来，苏丽珍心情很好，穿着得体的旗袍备好饭等待丈夫回来，她总是如此，就连出去买碗馄饨也要穿得合适，时刻都透着古东方女性的美。这天苏丽珍来找周慕云借报纸，想要看上面连载的武侠小说，周慕云了解后便说自己也有过动笔写武侠的念头，只是一直没有想到开头，加之家庭各种琐事便搁置下来。他说这里有很多书，苏丽珍想看随时来拿就好。两人的关系不远不近，维持在借书和讨论的阶段，偶尔在狭窄的楼梯道擦肩而过，也不会多说几句话。陈先生回来这天，几人聚在一起打麻将，看他从日本带来的电饭煲，邻里们很是稀罕，房东太太也订了一个，还让周慕云也买，毕竟周太太一直上夜班，有了这东西做饭就方便许多。周慕云觉得是，便也订了一个。可下次陈先生从日本回来，周慕云去给钱时，陈先生却说周太太已经给过了。周慕云点点头，妻子总是上夜班，回家后也都睡倒在床，哪里有时间和陈先生见面呢？这个疑惑在心里一闪而过，得不到答案，周慕云便也不再细想，只当是巧合。而陈先生这次到家后，竟没由来的变得冷淡，出差回来的时间也有些偏差。苏丽珍虽然不解，却也没有多问。可周慕云却因小事和值夜班的妻子发生争吵，冷战两天后，他率先妥协，到酒店去接妻子下班，但工作人员却说周太太已经提前下班走了。周慕云笑着点头离开，心中掠过一丝不安。次日下午，朋友又说昨天看到周太太和别的男人一起逛街，周慕云强装镇定，为妻子找了借口，可能是他朋友吧，心中却已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依旧是这几天，苏丽珍提早下班，她和丈夫约好看电影，可回家后陈先生却不在，听到隔壁传来的异响，苏丽珍有些疑惑，不安地敲响房门，周太太出现在门前，寒暄两句后便急着回去，而屋内的对话却让苏丽珍愣在原地。你老婆？她扶着墙回到房间，打开淋浴，在卫生间低声啜泣。之后的某个下着小雨的晚上，周慕云和苏丽珍在楼前相遇躲雨，两人眼神中都透着深深的疲惫，而他们的伴侣则又像往常一般因工作回不了家，站在房门前，周慕云试探性地问起陈先生，说他最近似乎更忙了。苏丽珍回应称周太太也比以往更难见到，两人笑着点头，各怀心事回了房间。隔天晚上，周慕云还是忍不住邀请苏丽珍共进晚餐，两人刚坐下，苏丽珍便看出端倪，她的手包和周慕云的领带都不是香港货，明显是丈夫从日本带回的。知晓了丈夫的背叛，他们心中既悲伤又不解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彼此的爱人跨越那面墙壁走到了一起？为了弄清楚，也或许是为了报复，周慕云和苏丽珍决定模仿爱人，找到他们越轨的理由。之后两人频繁约会，还互相点对方爱吃的饭菜，戏越演越深。回家的车上，周慕云缓缓握住身边女人的手，苏丽珍怔了一下便立刻抽离，骨子里的传统使得他无法越过红线，甚至在回公寓时，周慕云都要先下车，以防邻里看见讲闲话。而在一个雨天，周慕云因为先下车淋雨染了风寒，苏丽珍便熬了一大锅粥给每人都送了一碗，也自然的包括了周慕云。最近周慕云打算写武侠小说，让苏丽珍帮着参考，两人在房间中畅谈至深夜。苏丽珍正要回去，醉酒的房东太太却在楼道支起麻将，苏丽珍只好躲在周慕云房间中，直到次日早晨才穿上周太太的高跟鞋，装作刚买完早餐回去，而他那双家居绣花鞋则被留在床底。为了方便写作，周慕云在酒店租了房间，他打电话告诉苏丽珍房间号，苏丽珍犹豫了，那些剪裁讲究的旗袍无不象征着他的保守和传统，可在连续几天见不到周慕云后，苏丽珍又倍感空虚，甚至主动将电话打去报社，这才得知周慕云已经请假数日。苏丽珍还是乘车去了酒店，他知晓房间号，却在走廊中不断来回挣扎在爱与家庭间。而当门铃声响起，房间中独自抽烟的周慕云低头微笑，他们还是像往常那般，除了聊写作外并没做任何出格的事，因为他在离开前反复说我们不会跟他们一样的。之后苏丽珍便常常过来，有次在房间中扮起彼此的爱人，苏丽珍带着答案问道，你是不是有女人呢？没有。不要骗我，你告诉我
你看着我，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了？看到男人肯定，苏丽珍还是忍不住落泪，尽管只是表演，她却还是心痛不已。而频繁的外出引起了房东太太注意，她有些刻薄，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苏丽珍明白自己是个有夫之妇，这给苏丽珍带了很大压力。她回到房间落泪，此后便再也没去过酒店，跟周慕云的联系也少了许多。再次见面时是在一个暴雨天，周慕云拿着伞赶来邀她一起回去，苏丽珍却拒绝了，她担心邻里的议论，也抵不住内心的责备。可有些事并非反复强调不可能它就不会发生，比如爱情。周慕云说自己要去新加坡做生意，他已经收到过妻子的信，那宣告了二人婚姻的结束，想来苏丽珍不久也会这样。周慕云想要模拟一场分别，算是最后的表演，可当他的手慢慢滑落，苏丽珍却无法控制地趴在他肩头流泪，说是演戏但却已惊动了真情。上次是哭丈夫的背叛，这次却是哭相爱之人的离开。出租车上他们的手没有躲闪，紧紧握在一起。次日早晨，临走的周慕云打去电话，无人接听，他习惯性地将苏丽珍的沉默当作拒绝，只是在留言中说，如果有多一张的船票，你会跟我走吗？可等到将要上船的时间，门铃声也没有响起，周慕云也离开酒店，独自上了船。当天晚上，苏丽珍哭着坐在酒店房间中，世俗和道德钳制着她，使她错过了那艘去新加坡的船。她拨通了电话，听到周慕云的声音后，便又匆匆挂断。周慕云知道是苏丽珍打来的，因为只有她的爱总是在无言和挣扎中。时间一晃就是三年，周慕云回到香港，苏丽珍也租回了当初的房间，可彼此却都不知道，周围的邻居都已搬走。周慕云模糊看到一个身影，穿着得体的旗袍，带着一个孩子，他想那不是苏丽珍，而苏丽珍也侧过头离开。他们是相爱的，却到底是少了些缘分和勇气。故事的最后，周慕云离开香港去了吴哥窟，将自己的所有都透过孔洞放进了那堵石墙中，可那段花样年华却并非用泥土封上就能遗忘。这是值得让多数人折服的角色爱情片，有夫之夫和有夫之妇的爱在王家卫的镜头下百转千回，而忧郁的梁朝伟和身姿绰约的张曼玉更是给影片添了分质感。1962年香港的狭窄公寓楼道中，两对夫妇在同一天租下房子成为邻居，搬家工人来来去去，不时将东西搞混，周慕云和苏丽珍便要去彼此家中拿回，他们的爱人都在上班，无暇顾及搬家事宜。周慕云是报社编辑，苏丽珍则在贸易公司做秘书，工作相对清闲，二人简单打招呼后也算是认识了彼此。最近苏丽珍的丈夫陈先生将要从日本回来，苏丽珍心情很好，穿着得体的旗袍备好饭等待丈夫回来，她总是如此，就连出去买碗馄饨也要穿得合适，时刻都透着古东方女性的美。这天苏丽珍来找周慕云借报纸，想要看上面连载的武侠小说，周慕云了解后便说自己也有过动笔写武侠的念头，只是一直没有想到开头，加之家庭各种琐事。